时代中天跨界演出。竞争激烈程度可不输给爬杆大赛的，就是演艺圈。之前在演艺圈爆红，演出人气角色的隋唐，大家都说 A 咖嘛，很厉害，而且的身价直直涨。但是这回碰到一鼻子灰了，他转战呢大陆电视台，高层居然说您哪位不认得他，还他呢差点从选角名单中被刷下来。有这么难吗？从戏剧演到电影，模特儿出身的隋唐，因为演出人气角色爆红，现在在台湾戏剧圈已经是 A 咖角色。但是台湾 A 咖转战大陆，竟然传出差点出师不利，因为隋唐在台湾一集价码大约是30,000元人民币，换算大约是140,000的台币，在大陆还属于一般般的价码而已。而且因为他在大陆知名度不够高，差点从选角名单中被刷了下来。就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，对我来说，因为很难得在戏剧里面你可以演到实体。为了好剧本，就算演尸体也不在意。对事业发展很有野心的隋唐，最后在制作人的力挺下出现，和大陆女星唐嫣戏份均分。据了解，在这部戏，32岁的隋唐要先装小，从大学生演到轻熟女，戏还没开拍，已经有6家大陆电视台买下联播权。看来人气能不能够红到大陆，就看这一次。中天新闻3号报道。